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我们要进入到雅各书的第五章，也是最后一章。我们一直在讲雅各书，讲到很多的智慧，生活的智慧，面对做人，面对处事，很多我们真的很需要智慧。接下来他讲到了一个系列，是提到有关于有些有钱人，而且他用好像一些很严厉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所谓的富人。怎么回事呢？圣经里面是不是很排富啊？圣经里面甚至是不是有点仇富？对于那些有钱的人就很排斥他们，很仇视他们，所以觉得他们好像都不对。当然不是啊。其实圣经所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得货财的力量。神给我们一些机会，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些钱财，这些资源，这是上帝给的机会。既然是上帝给的机会，上帝把这些机会，把这些财富交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应该是一个管家的心态，对不对？就是上帝在这些资源在我的手上，我应该怎么样好好运用这些神给我的资源，以至于我可以用这些资源去成就上帝要我做的事。而这些有钱的人常常被责备，是因为两个字，那两个字叫做只知。只知道，他们只知道积攒钱财，不断的积攒钱财，积攒钱，用各种方法，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去积攒钱财，却忘了上帝给我这么多机会得到这些财富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只是为了不断的让我的财富越来越多，我的那个存款的数字，后面的零越来越多，如此而已吗？如果我只知道这些，难怪这些有钱人被骂，因为你根本忘了上帝为什么让你拥有这些资源。一个人可以拥有资源，真的就是上帝的恩典，你知道？好像有一些所谓的富二代、富三代，他知道你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些，其实是因为你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，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。但是你说，可是也不一定啊，有的人是富一代啊，也就是说他是白手起家的人，人家真的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能够赚得了这些东西的，是拼出来的。可是我相信有非常多非常多所谓的白手起家的人，如果你去问他，他更是心存感恩，说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其实我根本走不到今天的。有多少好特别机会，那个时候就遇到了那个机会，那个时候就遇到了那个人，那个时候就遇到了那个情况，那个时候就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为什么刚刚好？因为那是上帝给的机会。既然上帝把很多的机会给我们，让我们因为这些机会，因为我的环境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资源，求神帮助我们弄清楚，主啊，你把这些资源放在我的手上，我应该怎么样像一个忠心的管家，好好的运用这些资源，而不会赚钱赚到最后，好像那本书说，穷到只剩下钱了，穷到只剩下钱，除了赚钱之外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没有做，难怪被责备。但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，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，我们都可以像一个忠心的管家一样说，父啊，我照着你所量给我的，我认真的去运用。就是我的唯一，最没有
至死亡。我在尘土中，我在粪土里，你却将我从泥里捧起，放在手心，走在人群中，开始相信。心打到了却不知死亡。